我再讲是一个人开始个 Uber 是 Travis Kalanick， 他在 Twitter 上面很容易找，他的 Twitter 就是 @TravisK。所以你如果你想跟他一起工作，如果你读了工程，这个人 Travis K 拼命想找人，中国人读了工程也可以买卖东西，所以你就你要看 Travis 是谁，看他写了什么东西，你要就跟对他 tweet 哦 @TravisK 我想跟你一起工作。有一个别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 Ryan Graves， Uber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 Ryan Graves 就问 Hey Travis 可不可以帮你。现在那个 Ryan Graves 有